坚持星球，彼此加油。今天分享一个蜘蛛织网的故事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一只蜘蛛在后院的檐间接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网，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它走了很多的弯路，从一个檐头起打结，顺墙而下，小心翼翼地穿过空地，再爬上对面的檐头，再把丝收结。手递一根丝需要半个多小时，直到一条直线，以后的织网就非常快了。蜘蛛对此十分熟练，很快地操作起来，仿佛是一种愉快开心的表演。蜘蛛它本来不会飞，但是它能够把网凌空架起，而且织成很巧妙的八卦的形状，简直是大自然的奇迹。所以今日的感悟就是，奇迹是执着的创造的，只有尝试过、努力过、坚持过，才能有所收获。